太感谢了，太感谢，真的，谢谢哥，谢谢哥啊！哎呀，没问题，不就一顿饭的事儿吗？我请。哎，好嘞，再见啊。啊。出去了吧？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呀，不装了不装了不装了。我今天出去了，但是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，赵雅玲真的整过容，她是在一个美爱同行基金的资助下做的。嗯，陶林和肖丹丹呢，目前还没有就诊记录。你呢？你有什么发现？今天不聊工作，聊会儿天行不行？